有一些登山爱好者，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被人用摄像头记录下来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会在这个地球上真的存在。本期视频探讨话题：最令人惊讶和兴奋的发现。神秘海洋生物。有一位考古学家，这位考古学家在一个墓葬坑里挖掘出来了一些神奇的化石。这些化石看上去就像是远古生物一样。这种远古生物生活在海洋深处，它们什么都吃，威力十足。有的时候这种海洋生物比巨齿鲨还要可怕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种神秘化石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陨石坑。在太空中有一颗巨大的陨石，这颗陨石在穿过大气层之后会快速地降落到地面上。掉落在地面上的瞬间，这颗陨石就会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大坑。这些陨石的内部元素大部分都是铁元素，但由于开采这些铁陨石非常的费劲，所以几乎没有人会依靠陨石致富，因为太困难了。天文望远镜。有一些科学家，这些科学家通过天文望远镜在天空中捕捉到了漂亮的星云。这些星云都围绕着行星漂浮，除了的地球以外，宇宙中其他的星星 90% 都有星云围绕。这些星云看着就像是行星的守护者一样，而且随着行星的位置变化，行星周围的这些星云颜色也可以随意的变换。蜜蜂。你敢相信吗？蜜蜂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勤劳的生物。每一只蜜蜂都有自己的记忆宫殿，它们可能会记忆上千朵花的具体位置。每一只蜜蜂都能够在花丛中自由自在地穿梭，它们有的时候还会寻找花朵的具体位置，然后采集花蜜，把这些花蜜收集起来，放到自己的巢穴里。啮齿类动物。人们在茂密丛林中发现了一只啮齿类动物，这只啮齿类动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洞，它们会大规模地啃食草根。如果它们的数量不加以遏制，那么草原上面的草一定会大片大片地死亡。天体运行规律。很多人都知道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都是绕着太阳旋转的，这也就意味着行星是有运行规律的。但是宇宙中的行星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有一些是在太阳系中，有一些是在太阳系外，但是它们的规律都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进行计算。科学家们为了研究这个数学公式，大约花费了2年的时间，现在已经形成了正确的理论，人们可以轻松地知道太空中的神秘自然现象。